长出来了。其实我懂了，是粤语。这个是已经是这首歌，绝对是粤语中的粤语了。掌握和他不是，就是那个。因为我会放友情。皇后大道东嘛。快到大道东来，快到大道西，快到大道东来，快到大道西。这句我们要练五步了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一直在背他 Q。我今天一直被他 Q， 你这个很好 Q 耶，他也好好 Q 哦。来呀，来呀，你编啊！他都已经在看我，对啊，好，我看，我们可以跟着跳。我要跳，我都不想跳，这边跳，想跳，录下来，这边可以先教学。我第一次被他 Q 哎，我要跳，快点！第一次那么喜欢欣赏我的舞步哎。好了，我去那个，我去帮他拍。走啦。我就先看他们怎么舞蹈教学啊！你先示范一下，你先没有我跟着跳啊！你先帮我们拿，我先帮你拿，我先看一下，帮我们拿，我们一起跳。那对，然后你先给我们一个你最你觉得你最会最擅长，一人一个舞步，一人一个舞步串起来。我先这样，我刚刚是这样。好，换西风哥，想一个。啊，你这样怎么对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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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没想到综艺之神的眷顾竟然被你抽到。对，而且昨天那个魔女，你没觉得我要穿？结果我真的抽到她。霸演那个人，今天他也在这现场。哦，好，谁？谁？因为那时候我是还没有进去那个戏，该不会是摄影师吧？还没。好，他都在讲摄影师，他都在讲摄影师。我还没有进去那个戏的时候，然后他就在讲耳闻，他说他为什么要找仲英姐啊？他很难相处哎，他怎样？然后就百般的阻挠我进去。然后我一进去之后啊，然后我说嗨早，然后这样。哦。然后我说嗨早，然后这样。哦。哦。真的、啊？你说那个人在场？对，谁这么大胆啊？我？不是啊，女生。怎么可能我？女生。啊？直播间？他说要直接讲。我吗？我没有跟你在道歉吗？有。我刚第三集的时候，我就听说你这根本讲不在开玩笑的啦，真的啦，笑的啦。假吧，那你自己都讲没关系。啊，他都讲没了。无关的人慢慢蹲下去。确定吗？对啊，还是。
人爱情。我就想说，哇，你怎么可以讲什么都没有听到，然后私底下去讲我，我就觉得哦，我不认识。不是你乱讲，没事啊，你跟他对峙哦。哎，你怎么不直接问我？我认识你呀。对呀，就我觉得莫名其妙。就是我不认识你，确定是我？哇，这两对敌对，现在你是什么？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们私下讲，私下讲。哦，每次到，因为我之前说你再怎么样就叫我中医姐了，然后我之前说哎抓，然后就这样。我这个我想大家是没谅解了，谅解的，我戴隐形眼镜是我，没错，你们两个都没戴隐形眼镜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，因为亮姐的眼睛真的不好。哦 ，OK OK， 没事没事啊，真的哦。啊，你们讲一个真的事情。啊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好好讲一个，啊，没事没事，你都讲假的。OK， 很好很好，我们都讲的，按你。你那个超好笑，我不认识你，所以我才觉得你莫名其妙啊。我觉得莫名其妙是怎样？我就觉得莫名其妙，我进去说哎咋咋咋，然后我走掉，我走掉，当空气。对，那如果真的这件事情，对不起，但是我没有对你有过，因为我不认识你。打在车上气氛，哎。我真的是刚刚他在车上啊，他就是跟我说，如果我有做不好的地方，我跟你道歉。我不知道你听到什么，但我觉得一定是误会。那我真的没有说你怎么样，但是如果说我有看到你没跟你打招呼的话，那我再跟你说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然后我就这样，我就把眼睛移开，不敢看他，因为我自己都想哭了。为什么是这种关卡给我？我的天啊！不过没关系，我在想办法。我等一下那一关就一定要让他哭，好不好？看我的，我可以的。隐形关卡，各位有一个隐藏关卡啊！不要叫我跳舞吧？什么意思？啊，终于哭了，因为没错。黑队获胜！亮锦是一个非常和善，对待不管长辈或者晚辈都很和善的人，他不可能把郑仲英当作空气。那个人今天他也在这现场，哦，你自己都讲没关系，哦，他都讲没关系。无关的人慢慢蹲下去，确定吗？对啊，还是你蹲下去。哦，冲你！哎，你抱一下，他哭了，他压力很大。他压力很大，我老公怎么这么重？哎呦，哎，抱歉啦，他压力超大，他哭了。哎，没啦，那不是啦。你怎么这么重？啊，你早点哭，他们就赢了。对呀，哎，黄河来到东海，黄河来到西，日球漫步，开脚，换边，开脚，转手。开枪！开枪！我个人，你们人也太好了吧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他们说来来来来来，我来跳，我来跳，我来跳。我要谢谢你，你蛮配合。但是哈，我必须要讲哦，隐藏关卡里面哈，郑仲英这个应该得到最佳演技奖，超屌的，因为是我不知道的状态，我刚刚聊这个故事，他竟然循线。这个打蛇随棍上，然后讲说，哇，当年暴力我的、凌虐我的，就是李亮子。我也吓一跳，吓死了，我吓死了，我们也吓到了。我个人哦，真心的送给他们一颗星球。那真的要？就说卫生纸没有用的星球，一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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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他们这唯利要啦要啦，他真的很敢的，因为他演的我结束之后，我马上传讯跟我说。老婆，郑仲英好恐怖哦！这个是年度最佳演技奖，得奖人是郑仲英小姐。